呢就是呢灰色，有点小花灰。它最重要的精髓就是在这两条小妖精线，然后呢不只是前面有，后面也有。这一次呢我们在右边的这边下面有开一个拉链，所以呢你非常非常的好方便去穿脱。再来呢里面是完全冰冰凉凉高弹性的太空棉，之外呢我现在穿着的是 S 号，有分 S 号跟 M 号， M 加以前一样买 S 号跟 M 号。来，这件最厉害的就是正面背面完全腰有没有收进去，有吧。但是呢这一件的洋装它完全不会贴紧身在我的身上，也就是我们最鼎鼎大名的小妖精车线的小洋装，精髓就在这几条车线上面哦，好方便，它不用整烫，而且又是我们超级冰凉太空棉，弹性极大，然后我觉得空间感非常够，然后呢这里呢不会很大，因为很多人说哎会不会漏到内衣啊等等之类，你自己穿你自己的内衣是没有问题的哦。背后我觉得最瘦显瘦的黑色，所以呢其实啊瘦的人穿黑色它不会变干瘪，肉肉的人穿黑色可以有显瘦的效果，不太会露出来。然后它侧边就是有做一个隐藏式拉链这样子。再来就是重点中的重点，就是它是一个小妖精，就是小贴心的设计。刚才灰色就是看得很清楚，它的那个抓皱感非常的明显。